式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亲爱的同志们啊，那股票的操作我们一再强调，股票操作的关键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就是要从筹码面去掌握到底大户法人是在进货还是出货嘛，筹码面最重要嘛。投资朋友，你不要老跟一些台面上的老师每次涨高了就开始看好，开始追多，你这样会有出息吗？你这样会赚钱吗？啊，今年多少老师涨到490，全力看好被动元件，从490拼命叫你买华新科，490摔到100，哎，这等于是500万变100万呢，500万变100万呢，49万变10万呢，你还有命吗？啊？今年多少人6月份已经惨伤一趟了啊、哦、华新科400多块拼命看好的老师啊，你跟着他490摔到100，你会有出息吗？你怎能不惨赔呢？啊，台盛科当时180拼命买看好矽晶圆，180摔到70啊，10张你就赔了100万了。今年5月份你已经惨痛一次了哈，你这次又不听话了，你这次又不听话了。这两天多少投资人来看我，啊？看到我们这一波环球金，我什么时候带会员买的？啊，全国投资人见证了，我张大文什么时候带会员买环球金的？我什么时候叫你买的？啊，10月份摔到200，我怎么跟你讲的？我怎么跟你讲的？我大户筹码翻多了哦，大户在进货翻多了哦。嗯，10月30号全国会员见证，没有这通扣讯不要客气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10张我赔你200万啊。所有会员通通有，10月30号。环球金合金，请你亲眼看一下我怎么买的。当天美国大跌200多点，我怎么买的？10月30号，全国见证了，平盘价买，当天在这，一开盘平盘价买，全力加码，不要啰嗦，因为大户在做多，大户筹码在做多嘛。叫你赶快买，结果呢？一口气涨到多少？快400哎！哈哈，我从200、210一路带你买，涨到398哎，投资朋友，啊，398哎，你告诉我赚多少？所有全国会员赚多少？最重要的，我有没有真正在200块附近带你买？这是重点哦。30号没带你买，不要客气，打电话进来。10张赔200万，我不啰嗦。你的老师呢？啊，200不敢买，300不敢买，涨到398了。涨到398了，我怎么讲的？我怎么讲的？我大户开始出获利了哦，大户出货哦，啊，来，12月4号一开盘，环球金涨了1倍了，逢高获利，当天在这，12月3号涨到398，12月4号一开盘，啊，赶快卖。你听不听话？你的老师呢？涨到390拼命买，你这样还有出息吗？啊，
我涨到200叫你买，你不买；涨到398我叫你卖，你的老师叫你买；涨到300多，你的老师拼命买。杀了多少？啊？杀了多少？杀到280、啊。你的老师390开始拼命带你买，杀到200多块，这一杀又100块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跟这些老师，你还有路，你还有活路可以走吗？今年6月份，你已经惨痛一次了。带你追华新科的这些老师，带你追台盛科这些老师，结果华新科从490摔到110，台盛科从180摔到70。你已经5月份惨赔一次了，你还受不够教训？这一次环球金涨到390，这些老师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带你买股票，你又下去，到今天你又赔100块，啊？合金我从20多块一路带你买，投资人，亲眼看一下啊，我是怎么带会员操作的？10月29，哎，合金在哪里啊？我没有讲我准啊，我把我怎么做给你看啊。10月29，哎，是不是最低点？是不是几乎带你买的最低点？那我为什么带你买？你不要说我准，因为我30年的功力，我们很清楚这里大户开始进货，很多妹港啊，我们也没办法，30年功力，我也不可能。台面上半个钟头，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买，从很多方面掌握到整个筹码结构，大户在进货，这里叫你买，啊，29号赶快买，啊，当天最低还在26.3呢，有没有？一开盘26.5买，当天最低还26.3，哎，当天美国有崩了290点呢，29号叫你买。26块多，30号，合金还在27块多哎，30号还在这里，29、30连续2天，赶快重压，啊，26、27连续买，一口气涨到多少？自己看一下，啊，26涨到46。大赚大涨20块，10张就20万呢，你26万就赚20万呢，你260万就赚200万呢，你砸26万就赚20万呢，20多万就赚20万，够不够？结果你的老师呢？啊，前2礼拜，环球金涨到390，拼命买。惨赔100多块，你还有命吗？啊，合金涨到46，拼命买，杀到30块，啊，同样矽晶圆，我警告你不要乱碰。嘉金50多块拼命买，杀到40块。你老是跟这样的老师操作，真的投资人，你怎能不惨赔呢？你们的教训为什么一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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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这个古时圣人讲，人非圣贤，但是不二过，你不能犯2次错。你今年400多块跟这些老师买，华新科摔到100，台盛科180拼命买摔到70，你惨跌一次了，你这次又来了。390的华金是吧？环球金。我叫你不准碰，获利卖，获利卖，获利卖，是不是啊？我从200苦口婆心叫你买，来到390，公开告诉你获利卖，你跟那些老师买，今天摔到280，你要怪谁？就这2天，我看到很多投资人来找我，说跟着那些老师买在390、380、370的，那我只有一句话，你活该啊你啊！你为什么要跟那些老师去乱搞呢？连筹码都看不懂。所以我只能投资人苦口婆心啊，我张大文跟你讲的事情都是发自于30年的专业，专业道德良知啊。股票我讲过，你就是要看得懂筹码嘛，
你今天不懂筹码，对不对？每天看电视哦，看哇，对不对？盘中连线哇，那些老师讲的密密麻麻的哦呵呵，你去买啊，买什么赔什么，因为他不懂筹码嘛。涨了就没拐你，那你要怪谁？是不是？买股票不是跟你算一二三四五啊，不是参加会员以后每天发扣讯啊，今天道琼啊怎样怎样，美国又怎样哇，讲了一大堆哇，道琼又跌啊，这都是废话。你看我带你买卖股票，我有跟你扯道琼吗？啊，环球金10月底买，我有跟你扯什么道琼又怎样怎样怎样了？大户买你就买，对不对？我有跟你扯什么道琼又怎样了怎样了怎样了？所以你今天参加很多这些老师，你就发现每天跟你扯东扯西，道琼讲的头头是道，结果台股做的乱七八糟。我带你买卖股票，我有跟你扯道琼吗？啊？30号214块叫你买环球金，我又跟你炒道琼指数又怎样了？又怎样了？又怎样了？又要升利息了？又要怎样了？中美贸易战争又怎样了？我有跟你扯那些废话吗？买卖股票就是一句话，你要看懂法人大户在干什么，看得懂就是一句话，买还是卖嘛？看不懂扯一大堆哦，今天道琼，所以你参加很多这些投顾，你发现每天扣讯跟你扯东扯西。道琼指数扯一大堆，我带你买和环球金，我有跟你扯道琼吗？平盘下买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平盘下买，对不对？大涨一倍了，有没有？12月4号一开盘涨了一倍了，赶快卖，赶快卖，全力买，涨200块，赶快卖，杀100块，这是准吗？看得懂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叫你卖环球金，我有跟你扯今年啊，环球金又看好了，矽晶圆啦，哇，又怎样了？我又跟你扯东扯西吗？大户卖，赶快卖，一样合金，对不对？26块买，我叫你买，我有跟你扯道琼又怎么样了？啊，又怎样了？啊，废话少讲，26块半赶快买，27块加码，当天美国大跌，我有跟你扯道琼吗？涨上来叫你获利，我有跟你扯吗？答案就这么简单了啊！大家都想赚钱，但你老跟这样的老师追高了，带你拼命追，乱买股票。我只问你，你会有出息吗？你当然搞得满手套牢啊！我买股票跟你那边算什么一二三四五吗？张大文30年的功力，我没有什么啊！我就跟你讲，看懂大户在干什么，大户买你就赶快买。大户出货你就赶快到，台湾做股票就这么简单，不要讲废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波环球金也恭喜大家，所有听我话的都是涨了一倍了。那环球金没有赚到的，矽晶圆你也千万不要碰啊！高档大户在出货，我也跟你讲过了，对不对？那环球金超级接班人买什么股票啊？我讲过未来最看好、最看好、最看好的产业啊。最看好的产业是哪一个？绝对是 5G，绝对是 5G 啊！5G 商机将来绝对是要爆发的。那怎么样从 5G 里面去掌握股票呢？这档股票值得你好好的珍惜，值得你好好的珍惜。废话少讲啊！我不要跟你扯什么道琼，扯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我张大文带会员买股票就是干净利落。我不会每天发扣讯啊！今天道琼又怎样了？又怎样了？哇，讲一大堆，到底要做多做买还是卖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两不要，我只告诉你，从筹码面来讲，股价今年重挫6成哦，凯旋大胜，好不好？那这两股票最精彩的是今年前三季大赚了20块，我跟你讲，大赚钱啊！股价目前才4字头啊，那你要了解。本益比来讲，20块的股票，本益比10倍哦，电子股10倍很合理的哦，10倍是多少？200，你不要10倍，5倍好不好？5倍也有100，它现在股价在4字头，所以我只告诉你，这档股票值得还没有这一波错过环球金的，好不好？错过环球金涨一倍的，像这样的股票值得你好好的把握，同样会跟环球金当时200。我给你叮咛，会有报复性反弹。你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你亲眼看到涨了一倍了啊！那这档凯旋大胜，值得你拥有，好好的把握。
同样在 5G 又是 AI 题材之下， 5G AI 双重商机带动之下创造奇迹，股价今年以来呢重挫了50%，重挫了50%，摔到160多块，同样值得你好好的珍惜，好不好？那这档股票也是未来在 5G AI 里面的领导厂商，领导厂商啊，我不能再多讲了，好不好？那多讲的话会员会不高兴，哈哈。 5G 加 AI 创造 miracle， 好不好？创造 miracle， 同样酝酿所谓报复性的反弹啊。 5G 加 AI 未来的领导厂商，好吧？那同样大家很清楚，比特币今年从两万摔到，对吧？摔到3000块，那近期反弹3000又弹到4000，所以未来在挖矿商机这一块里面，好不好？那这档股票从400摔到4字头啊，够精彩了吧？哈哈，重挫90%啊，那撼动江湖，一样未来在这个地方会酝酿所谓报复性的反弹，好不好？那我帮大家锁定的都是筹码面大户在买，好不好？不像你的老师，对吧？环球金涨到390带你追，今天通通没有命啊，杀到280，对不对？加金50多块拼命追，杀到40，啊，合金40多块杀，买完追杀到30，你老跟这样追高的老师，真的你有多少钱可以赔？好好的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几档股票我只苦口婆心啊，想跟上的趁周末，好不好？那加入我们的 LINE 或是赶快来索取啊，环球金的超级接班人，未来具有大波段的行情，我们都锁定好了啊。再来指数操作很简单嘛，指数操作有那么复杂吗？啊，指数操作我一再强调，你更是要有导航系统嘛，多空不要你猜嘛，你为什么要赌呢？每天准备瞬间重压啊，一压错又是赔好几百点，每天都在乱搞，开盘的市价做多停损，市价放空又被嘎，你不要乱搞嘛，开盘前在乱猜高低干什么？你要做的事就是跟紧 AI 程式，跟紧导航系统，明确的多空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。这一个礼拜以来，全国投资人，这一个礼拜以来，你有没有掌握到400点的行情？指数400点就是一倍哦。来，全国投资人，你不要说张大文准啊，你自己亲眼看一下，从上礼拜，对不对？9680转空，来自己看一下，啊，上礼拜大涨到9872，来，全国投资人，9860转空，12月13号，是不是很清楚？9860转空，你说张老师会跌到哪？你不要猜嘛，我讲的趋势力道会带领你掌握转折点嘛。从这里9860空下来，你告诉我获利多少点？哈，全国投资人，获利多少点？是不是？获利多少？是不是将近180点？投资人，这180就送分题耶。接下来9691翻多，来，9691翻多。你要猜吗？啊，9691翻多要涨到哪？要涨到哪？是不是涨到这？所以趋势力道，当它转蓝的时候，表示市场筹码转空嘛，大户在卖嘛。当市场筹码转多的时候，趋势力道会翻红嘛。所以这里从9860空下来180，9691翻多上来130点。这两趟已经300点了，有很难吗？涨上来之后发生什么事啊？9795又转空了，你说你需要说张老师你很准吗？导航系统就这么清楚嘛？9795转空，一空下来多少点啊？投资人，多少点？100点嘛，对不对？这里翻多上来多少点？是不是130？全国投资人，这里空下来180，翻多130，再转空100，这三趟自己讲有没有400点？清清楚楚，导航系统就这么简单嘛。打下来以后，是不是9712再多？9712翻多上来，对不对？多少点？
是不是将近六十点？是不是涨上来之后，九七六七再度转空？来，兄弟们，九七六七转空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反弹还是空？昨天反弹还是空？杀到哪里？杀到九五六，从九七六七一路空下来，请你告诉我，整个波段又是两百点的行情嘛？昨天杀到九五六，你不要说张老师准啊！昨天杀下来什么事啊？九五八四翻多，有没有？昨天九五八四翻多，到了尾盘呢，对不对？昨天九五八四翻多，到了尾盘，请你告诉我，啊，又快八十点了，有没有？从九五八四翻多，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开始哎，十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三十点，是不是啊？五十点、四十点、五十点，尾盘呢？是不是七十多点？所以昨天尾盘下杀翻多，这一上来又快八十点了。你看看这一个礼拜，啊，空多空多空反弹再空再空，又杀两百点。昨天多到今天是吧？昨天尾盘又弹了八十点，就这么多空，就这么清清楚楚，转蓝放空，翻红做多，空单回补做多，转蓝多单获利再空。来来回回，清清楚楚，这一个礼拜六趟，是不是将近八百点的行情？根本就不要你猜。所以我一再强调，指数操作你要赚钱很简单，把导航系统带回去嘛，对不对？何必在那边每天那么痛苦啊？每天猜高点低点，到底猜对没有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一礼拜 AI 城市六趟，帮你掌握到将近八百点的行情。那今天没什么好搞的啦，今天全世界只有台湾在开盘，对不对？成交量只有几百亿，当然今天指数比较没什么区间，下礼拜再一样跟着 AI 城市，好不好？那欢迎大家。那今天不论怎么样，我讲过很重要的环球金超级接班人，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。这一次你亲眼看到环球金，我让你赚了一倍，对不对？一百万变两百万，环球金超级接班人，周末赶快来索取，下礼拜务必要跟上。掩护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奈。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二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二十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斜行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五十公尺的距离。行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一百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股票赚钱很简单，你要从筹码结构看准、看懂大户的动作。到底大户的筹码结构是在进货出货吗？我从两百块苦口婆心，环球金当时在这，从两百
啊，30号214，赶快买啊！一口气涨一倍，来到398，12月3号来到398，我有没有拜托你卖？拜托你卖，拜托你卖，现在又杀到280，对不对？你跟你的老师来到390拼命买，到今天280，你要怪谁？你10张又赔100万了。你跟你的老师对不对？40多块买合金又挂了。50多块买加金，到今天又挂了，是不是？你老跟这样的追高的老师，真的投资人，你怎能不赔呢？好，听清楚，环球金超级接班人啊，错过环球金涨一倍的，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5G 的商机，好不好？不论凯旋大胜，创造奇迹，这未来都有大波段的行情。环球金超级接班人，周末赶快立刻来索取环球金超级接班人的重要的资料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